搞扶贫呢，拉拢民心，我就觉得特别搞笑。西山同志，你要是能搞扶贫，你能不能捐点钱呢？把你这个海航、姚庆、冠军、刘成杰、孙瑶，还有明山同志、明端同志、孙凤山同志，还你控制的金融机构，你不用打电话，你就是哼一声就行了，那就一千一两千就有了，还用得着把纪委同志叫来？这个是扶贫吗？啥意思啊？大家不傻，对老百姓讲，我要抓扶贫，我心中有老百姓，但是中纪委开什么会啊？中纪委开会，下边楼下都坐了一大批中纪委书记。说白了，告诉你各省的大员、要员们，用他的话说，压境的不服气，我就利用你挪用扶贫资金或扶贫不利，我免了你，我抓了你。言外之意就是别说我王岐山的事儿，跟我保持一致，相向而行，别听郭文贵爆料，别谈论爆料，别看爆料，否则我手里又有抓手了，我有工具了，看到没有？又打到总书记的名声了。习主席坚决响应习主席的反腐，坚决响应习主席的扶贫工作，谁敢挪用资金我抓谁，谁敢贪污我弄谁。谁说的？习主席说的。言外之意，你看看，又打着习主席的名义，人家是打着习主席是真心的，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口号，或者也是假的，没有别有用心，他是打着习主席的旗反习主席，把责任追给习主席了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又得到命令了，就像大会上谁都不追上去，他追上去让习主席看了个文件，然后呢让凤凰的记者，凤凰是安全部的，凤凰电视都知道，拍出照片，你看看岐山同志跟习主席多好，什么事让习主席申请都习主席决定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昨天我看了几遍，我看明白了，那就是给各大省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掀起一个谁不扶贫我抓谁，谁让我干的？习主席让我干的，又是吓唬下边地方要员的。哪个地方要员不想贪点扶贫资金呢？这扶贫呢，啥叫扶贫呢？扶贫的简单，就继续让你贫，然后呢扶着你，你千万别倒下，然后让我富起来，扶着你的肩，你继续贫，然后把你钱给我，这叫扶贫。就像那岳文海说的，中央不扶贫咱上哪弄钱去啊？穷人都没了咱上哪弄钱去啊？咱这哥们哪有喝酒钱啊？该吃吃该喝喝，啥事不往心里搁，那必须得让他们穷啊，他们穷咱才有钱啊，但他又喝酒的钱啊。